哎呦，这个阿贵啊，足足比我高了2头啊！当时哭得鼻涕一把泪两行，就是不愿离开这个院子。我二话没说，薅着脖领子，一把就给扔出去了。挺厉害啊，侯吉哥，比你高2头，你还能薅出去呢？嗨，我是个下人，别的没有，有的是力气啊！你先吃着啊。哎呀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小袁姑娘啊，这个。一般呢，你要是遇到什么搬搬拿拿、翻箱倒柜的事儿啊，甚至是出门买个针头线脑，你最好叫上我，对吧？有我在你身边拿东西，你多省劲儿啊！咱们这个院子呢，确实是大了些，是吧？院子大了，人就多，人多嘴就杂。 说什么的都有，所以呢，我自从进入这个司马府，我做事儿啊，就特别小心，干完活就在房间待着，老爷和公子不叫我，我根本不出来，我从来不溜达，不闲逛，啊，不转悠。盐放多了。